我们今天晚上颁发的每一个奖，亲爱的同事们，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没有你们的坚持，没有你们的毅力，啊，我们不可能会在这里举办一个可能是在南加州最大的华人地产公司的年会。I just wanted to welcome all of you and to thank all of you. I actually wanted to welcome two of my council members to be able to come up. 看到这是刚刚这个很感性的回忆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真不容易，这一道接下来好，我们十岁了。刚入行的时候，我爸说一句话，我说作为经纪人你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当中，所以在我的工作包括我在做传单人的时候，我想我跟别人什么样的不一样，所以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我希望以后或者说明年有更好的突破，谢谢大家。送的东西怎么能男人啊，但是非常感恩啊，小马哥，这么多年咱们在一起几年了，五年吧，哎，五年孩子都大了，真不容易，小马哥啊，你在我们的团队，我为你感到荣耀，我也为你感到骄傲，好好加油，2023年还要取得更好的成绩，未来我们继续创造更好的传奇，好不好？加油兄弟，